那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那更近吧，可能不拉少的观众比我都了，什么呀？什么呢？那就是电视剧《清官传》里头讲的，说是雍正得罪了一个女人，其实也就是他自个儿那几个老婆，结果呢就被一个叫叶兰依的老婆骗服了，还有慢性毒药的暖情丹，从而沉迷声色，不久病倒。这个时候致命的一击来了，雍正最爱的这个老婆啊，也就是孙俪演的那甄嬛，她不仅故意皇帝新宠孙大爷和侍卫孙通的丑事绘声绘色添油加醋的告诉给了皇帝，他还把自个儿和沈眉庄让皇帝戴绿帽子一只耳朵放出来，这一下不得了，雍正皇帝那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了。说实话，这部宫斗剧拍的确实不错，很多人几乎都相信了雍正就是这么死的。哎，那么事情真相是不是这样？其实啊，咱们还是得相信。八字算命术，雅称八字命理，是基于生辰八字推断的一门占卜术。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擅长八字算命，居家风水布局，灵符法师。道长微信：2088-2988。相信史料。近些年呢，历史学家对清宫档案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雍正死前的具体情况呢，那记录皇帝言行的《雍正帝起居注》里头写的是清清楚楚。8月21号，雍正呢这就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了，不过呢他还带病坚持工作，提奏折。到了22号，这病就很严重了，连他自个儿都感觉快不行了。他呢就把王公大臣召到了寝宫，把遗诏的事儿就给办了。事儿一办完，到了23号，也刺儿了。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他们发现这雍正皇帝啊，也和那乾隆皇还有明朝的那几个皇帝一样，他有个不好的毛病，什么呀？嗑药。咱们在前面就说过，这雍正在当皇子的时候啊，那就是整天跟一帮道士混在一块儿，号称是天下第一仙人，对这个修道成仙这一套那是信得不得了。这可不是我瞎说的，都是有史料为证的。咱们来看看这张画像，这上头这人您知道是谁？你要说这看着跟齐天大圣似的，对了，同时也错了，换了对。他就是雍正，不过他这身打扮确实是像道士。他是道教的忠实粉丝，自打当了皇上之后，这雍正也和从前的不少皇帝一样，老想着怎么就得道成仙、长生不老。为这个，他还把那叫张端的道士封为了紫阳仙人，专门给他炼制了一种叫济济丹的丹药。据皇宫档案记载，当时在圆明园里头为雍正皇帝炼丹的道士，除了紫阳真人，还有张太虚、王令贤，好些的道士呢。他们也没辜负雍正，还真就炼出了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吃了这丹药，自我感觉还挺好。所以呢，雍正不但自个儿吃，哪个和王公大臣要是让雍正高兴了，他会非常荣幸的获得一次跟皇帝一块儿吃药的机会。看过以前我们关于秦始皇的这个节目的观众应该还记得，根据现在资料考证，道士炼丹用的那都是天砂、硫磺、水银之类的材料，而这些东西最主要的化学成分就是铅、汞、硫、砷。我们都知道这些元素内都是有毒的，所以呢，炼出来的所谓的长生不老之丹和杀人毒药简直就没什么两样。据清宫档案记载，在雍正死前的12天，还有200斤黑铅御赴圆明园。雍正皇帝死第3年，他儿子乾隆帝下旨，把圆明园里的这些炼丹的道士全都赶了出去，并且把那些炼丹的场所、工具什么的全都砸了个干干净净。这些证据，那都是有力的证明了雍正暴亡的最大可能，很可能就是因为吃了这仙丹中毒而死的。而且根据史学家们的研究，雍正的死除了吃仙丹中毒，还跟这四事有关。这个怎么说呢？原来这个当了7年皇帝之后，
对雍正有威胁的政敌呢，那是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差不多全都摆平了。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各项工作全都步入正轨。那这时候呢，雍正多少就有了点闲工夫，都说保暖思淫欲，皇上也未赖。那这时候呢，他贪图女色的这个毛病就犯了。当时的这个朝鲜使者在写给国王的承政院日记里头就有这么一段话：雍正晚年贪图女色，性欲高峰，自腰以下不能自用之酒席，年仅六十，其此不及。写这样的话的呢是外人，是吧？犯到了这个雍正身上泼冷水，所以这话可信度应该还是蛮高的。最后再来说说人们为什么会对雍正皇帝的死产生怀疑？那是因为根据皇宫档案的记载，雍正从发病到死只有区区的三天，这才给人一种死的不正常的感觉。那其实在这个清朝皇宫档案里头，对皇帝的死啊写的很简单的，不止雍正一个，比如乾隆、嘉庆、赵武光啊，关于他们的死，那都只写了死前几天的事儿。您能说这些皇帝都死的蹊跷吗？用今天的眼光看，作为一个封建帝王，雍正当皇帝的这十三年里头，还真是相当的有作为的。至于他身上那些不太光彩的江湖传言，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好，作为影视剧的素材也罢，我想今天的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多带点娱乐精神，也别太较真。